现在说好的话告诉你还有。好吃哈，我们吃这个好吃哈，第二个吃吃好壮，是吧？全的，洗澡是肉乎乎的，特别好玩。您这有穿吗？皮肤好多了，现在还是过敏，但是现在过敏，花生过敏，是啊，嗯，其他的呢？我知道没关系。海鲜过敏，鱼不能给他吃。要大一点是吧？要大一点。对他一吃，脸上就起泡泡。对，是啊，不行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啊。会这样的。有的人是过敏。我小时候都已经过敏了。是吧？我小时候不能够吃的海鲜，不能够吃，不是海鲜。不能够吃什么芋头，芋头对对对，吃辣一点的也不行，那个红薯也不行。哦，真的，好多那个店很累的，不能去。一吹到风呢，就会生病。嗯。